我又带女朋友来见家长咯。小乔阿姨你好啊，我是孙尚香啊。啊，这个你 Andy 来的。He loved her。原本这个是一个抛头颅洒热血的三国故事，孙策和周瑜横扫江东，以一场仗两份打，以一个城两份管，就连一对姊妹都两份分。就是这样，周瑜迎娶了小乔，而一切的祸根就是源于这个声音。十个月后，周瑜和小乔的儿子出世，他的名叫周瑜之子，字驱风，寓意和风一起并驾齐驱。喂，咪住先，驱风是这个意思咩？驱风波浪扭得得过。时间来到公元210年，周瑜之子成年加入孙吴大军，但是周瑜在和诸葛亮的斗争中被他激到吐血，临终前他叫来他的家人。驱风，你和我记住，孙家对我们有恩，他们全家上上下下每一个你都一定要好好关照。妈咪住先，好好关照是这个意思吗？知道了家父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记住，你要一路驱风直入高堂。娘亲，我带女朋友来见家长了。姨妈你好啊，姨妈你好啊。哇，驱风你傻了啊，这个你表姐来的。这位是你亲哥奶奶，你哥姐大乔。我细妹，我们以后亲上加亲啦。哇，家姐为什么你会跟他们一起癫的？娘亲，这个是我的结拜之交，我契弟阿主公孙权啊。喂，阿小乔姨仔，以后我要叫你做契妈啦。乜嘢啊，驱风，孙权主公大过你，又点会系你契弟啊？呢啲嘢好死嘅，咁佢系都要自认做契弟啊嘛。但我唔怕啲契弟，因为我最契弟。阿娘亲同娘子，我又带女朋友嚟见家长咯。小乔阿姨你好啊，我系孙尚香啊。He loved her。姑姐，我哋以后又亲上加亲咯。你哋一个二个全部都系癫嘅。孙尚香，你阿妈咧？吴国太喺边度？快啲叫佢出嚟。阿娘亲同两位娘子，我又带。唔好啊，我唔想知啊。哎呀，终于到我吴国太啦。喂，阿契弟主公，我啱啱同咗你阿妈结婚，你以后要叫我做爸爸啦。喂，仙女唔紧要喎，以后我新年会照封利是俾你哋噶啦，最紧要系我哋又亲上噶。到底光荣特富魔呢间公司有冇认真 check 清楚先俾只游戏出街噶？